然等一下，等一下一堆问题。木苗为什么会在我手里？啊？啊，你看。好了。你的树苗。啊、现在注意看看老师讲的东西，好，现在注意看。来，这个笔我们一样拿大哈。难的，哇，太大了。所以你们这样画起来就很有成就感，不是吗？没有。没有吗？很难。我知道很难啊。那别人说没有成就感。没有成就感吗？没有。老师，我晚上已经睡不着。为什么睡不着？因为你刚有睡啊。对。你才睡一下你就睡不着。老师，然后你看他就表磨了。现在已经4:42了。你要用力戳下去才。我们5:30才下课啊？怎么了吗？然后不是吧？他们是4:30吧？啊，他们4:30。对啊，5:30是我。啊，是你。是我。对啊，儿童班比较快啦，儿童班4:30就下课。Hello。嗯。知道。Hello。你看他变一层表。你们调颜色哈、哦，不要着急。你看老师光是调颜色就调一段时间，他又想睡了。不要，就是你们看，吉米又想睡了。你们现在有个很大的问题，就是看老师在讲的时候不看，然后问题一大堆，画的时候就一大堆问题。你要先注意看。因为你一次画太多，然后我都记不住。那个不是借口啊，不是理由，老师都还是有讲啊，你们都要想办法听、啊。吉米又想睡了。画的时候你们在睡觉。啊、所以尽量看，知道吗、啊沒有？老师当然会教你们，可是你们我没在睡觉，我是有问题才问你。画的时候笔法很重要、哦、你看老师的笔法。今天就先把背涂光。对，它也是有深浅，我们先画浅色的地方。这不是深色吗？现在是浅色的地方。比较深。现在是浅色的地方。所以等一下就变成说直接咖啡色加蓝色，这有咖啡色加紫色。对。太深了。浅色先画哈，浅色先画，所以你先观察这画面浅色的地方，然后水稍微一点，让它有点水分，不要太干，然后这现在会有点半透明，干嘛有点半透明？就是它有点透明，有点半透明，它颜色才会好看。好，不要小看这样子，其实这个蛮难的，我有没有录啊？有录。你爸说等一下你就白费了。对啊。然后结果那个双胞胎来时就发现说我们他来可能我已经画别妆了，我们下一次都画别的了。我没办法。画这张。没有办法，你就没有跟到，就画他们就画别的。然后画那个麝香吗？对啊。麝那么难不要。哎，好了。画麝香吗？这学起来你们应该很有成就感，然后因为你们以前很少画过这么，然后我觉得画麝香猫会更有成就感，没有吗？更难的。那你不要画，我挑最简单给你们画。我挑简单的给你们画好了。不要这样子就没成就感。哎，不是说这不要吗？再一米米。不是说这画起来没有成就感吗？没有了。那我干嘛浪费我的能力教你们这个？我就教你们超简单就好了。还没画完呢。干嘛还要？我就不知道很成就感。干嘛还要让你们被人家看到你说，哎、欸，怎么那么厉害？我干嘛这样？反正你们画起来也不会。然后真的不知道我到底哪里有成就感，都不知道。不知道吗？我不知道。画出来就知道了、啊，看起来那么厉害，看起来不厉害吗？太老。啊？看我。欧比康。我每次去比赛的时候，都以为我一定会最后一名，一定会最后一名，什么都第三名。棒啊！从头到尾每次都第三名，因为演讲比赛，第一次第三名，现在再比一次第三名，奇妙。这么厉害。然后我画画比赛，好第三名。棒啊！全都第三名。浅色先画以后，所以你在班上的号码应该也是三号，他也是第三名，三号不代表，那你就是13号，对啊，13死神哎，四是死的意思，所以黑色星期三，你在攻啥？抢了我。来，你们听过黑色星期三？但你们有没有在看？不要一直聊天，都不是。有，然后我边看边聊天。然后等一下，你们听过黑色星期五或黑色星期三？
复杂吗？嗯，复杂。你有听过黑色星期五吗？ Black Friday。对啊，那个时间都差不多是在13号的时候啊。等一下，我现在没办法。黑色星期五差不多在13号的时候。还是觉得没声音哦。好，来，现在我们把这个做出来以后，好嘞。你可以有几种方法，一种方法是用刮的啦。刮会掉卡，刮应该不会掉，因为是纸上。啊啊，好，你的手。然后用笔也照一样，可以刮也可以那个啊。然后你刮在笔上面，然后你刮在笔上面，你的笔已经受伤了。有看到吗？嗯，你的手还是一样。你注意我在做什么好，不要哎、欸，你们小朋友不要搞错重点啊！啊，我知道了。赶快看，赶快看。我在看啊。嗯，大不大？用刮的，你们用刮的吗？啊，我不是刮给你们看。啊，不要一直在乱刮啊，这很重要啊。他有一直在乱刮啊，他有点五角形啊。那、啊、你现在不是看到啊？这是照片，对，那不是真的，而且也是流出画的。然后嘞，所以嘞，你没看过就不能画了吗？很难。我知道很难啊。很难啊，你现在不是在看吗？所以等一下我们先刮，然后到时候再描线条。你以为老师看过海龟吗？我一定要看过海龟，我才能画海龟吗？我看过海龟。啊、你们自己去。那海龟，所以你没有看过恐龙，你就不能画恐龙了吗？恐龙，我不是有画，我有画过恐龙，我没有看过恐龙。我也没看过恐龙，你们带点想象力嘛，想象力就是你的超能力。我想象力超好的，我想象只有1000个世界。来，我们开始做了以后，现在开始给他一点细节。那、我可以拿小笔吗？你觉得我有拿小笔吗？哈哈，你不能拿小笔。你拿小笔要干嘛？描线条，把线条描出颜色。你有看到老师拿小笔吗？没有。对啊。我要说你挂的线条，可以用小笔把它描一描吗？现在不用。现在开始来这个阶段，我们开始拿每一格哦，挂了线条以后，稍微让它留一点点洞，一格一格去画它。下礼拜请一个假，你要请假？要上课。哦，要补那个。哎，下礼拜大家都请。哎，那我停两次哦。要补星期五那一次啊。还有下礼拜是停哦，下礼拜是那个端午节啊。端午节，端午节本来就休哈。对啊，还我正好复习过了啊。好，那你是三个礼拜吗？两个礼拜吧。两个礼拜啊，没错啊。来，我们这样一格，注意看这一格一格这样做。但是啊，段考复习不是在星期六，是在星期天。所以你要先刮。老师很复杂，没办法、啊，你就是要这样做。我知道啊，我知道啊，不然我干嘛一个步骤一个步骤教你们？那你一个步骤已经太多了，这样太多吗？对啊。等一下，我这阶段好不好？我先这个阶段，等一下再换你们。哪有太多？现在才几分钟，你们就太多。对啊，已经超过。老师，我们是小孩，你是大人。哎，不对，三小时了。不是，我说这一个我才画几分钟，我看一下我画几分钟。你卖好赔你。我没有看到我几分钟。好，我来看。等一下，我这个阶段先好不好？等一下，我等一下，因为我现在不能停，可以吗？因为你们在画的时候，老师在跟你们讲，哎，你不要动到。不动到，我是动到你画。就不要动到我画，你动到我。就把你画毁了。那老就要重画，不要，没那么多时间重画，这没画到就算了，那就亏到了，没有画到才赚到，这那就比赛。那你的素描在后面。
他偷走的话，我就能拿去。你们应该不同班吧？应该不会，要偷走那个。我要偷走你的素描画，那都是钱哦。这样比赛就赢了。好啦，啊，你的素描。现在时间没关系，改涂色啊，要做的就转回来。他的素描。不要放反光，放反光，我怕弄到。我是那个深坑，人家定的。是人家定的。我知道了，把它夹住，小树。不要弄到。好心哦，慢慢来。人家这幅是干的吧？这后面这幅画是干的吧？对啊。那我把它这样插夹里头。不要弄到。对啊。我把它夹进去。等一下，老师找不到。不会了。不会了。然后等一下，就变成说这边的话全部乱翻一遍。就说你是魔术师，因为老师找不到，老师图不要乱动。老师为什么我们会广告？这个别人会定需要你去看需要。他欣赏老师啊。因为定你的话要付钱。那不然的。订阅要付钱。不是订阅啊，订。画错，那你再把它 Uber E 送到他家吗？没有了，哪那么廉价啊？是他自己来拿的。老师会送给，我会拿给他。你要拿过去给他哦。我会裱好框拿给他，会像那样子，那墙面上裱好框的。突然讲这个干嘛？他那边一层裱生膜。我是他染色。没有裱生膜。你们都不看，等一下又一堆问题。我有在看啊，老师，但是其实太复杂，而且我们没有办法一次尽量。真的吗？对，我们脑袋瓜。那是听不灵光的。那是听。要先听吗？对，听啊。听。等一下，我这里，等一下，这里先听一下。然后这样子不是还有一个头？对啊，头还没做啊。好，听。好，你们要画这边。今天画完这样子之后，两个头有。